往这两行去拿，刚开始，但是按这个按这个。我是拍摄。嗯，挺好看。没拍啊，再拍了，时间再走了。刚才待机在这拍一下。 你把他这个宝贝摔了的，他不是他的。把他车撞掉，他只有把车给他撞的这么多。多少年了这个？啊，你这个不用啊，你现在买过来他高科技他不会用啊。什么不会用？什么？不会用啊，光头啊也不认识字的，你又光头认识字啊？你是什么？认不认识字的呢？ 普通话都讲不来的，还会认识字了？这索尼怎么用卡尔蔡司的镜头？不是光头不最喜欢拍这个了吗？今天这个是从哪家来拍的？每天都还睡觉啊？睡觉起来要连连看。他每次像这个是第一。